那事前师姐有跟我讲过要放轻松，但是我后来发现放轻松其实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你还是会去听到周围的声音，然后听到有人走动跑来跑去的声音。
对，那你还是要努力放轻松，然后就会感受到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某些地方，就是我一看应该是脖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肿了，对，然后开始甩头，然后开始甩手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意识都是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你很清楚，你不算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动，可是你很清楚知道，只要你稍微用一点力，这个动作就会停下来。然后心呢，很虔诚的沉淀。可是呢，我一直只感受到了眼睛闭上的时候，不断不断的很多类似黄金球一样在我的脑海头一直闪。观世音菩萨的，我不晓得它是什么咒，那我一直都忘记了。我今天去，突然间又会念。我到美国去，在大峡谷翻车，那我头已经很久不会念这个法咒了。刚刚居然又回复想到了，我很感谢观世音菩萨，感谢。喂。七万只的地龙，行归而放生。Oh.